咱就这一百之前，咱就等于在哪个之前？从事江湾了还是没江湾了？没江湾。杨科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，它比科的力量大，而且迅猛，且具有打击、摧毁、灭亡的性质，灭亡的性质。要力量大了，那灾难不牢靠了，犹如台风一样，连根都拔起来了。多指变动、意外、突发性的事件变迁。不顺、丧、病、灾，还容易有车祸。有了那急症，急症得了急，走的快都顾不上。太阳在咱的卦象当中就叫做六冲卦，六冲就代表咱好事多磨，事多阻力，反复不顺。想办啥事基本上就很难成。那就是力量大小。太阳成必须得干啥呀？喝。喝能解冲，冲也能解喝。这就是化解的一个方式，化解的一个方式。因为我所采用的化解形式大多都是无形能量的化解，都是无形的化解，都是无形的化解。这个化解最大的好处是只要咱们道理记住了，能量转化它没有那么大的后果。比如说穿上衣服啊，就说了你不穿，不穿是你的事，结果呢说了多了他们都不听，那都是我的事。都是这意思，要听啥事儿都好办。为啥叫那天不开个玩笑，那叫加个点石成金呢？一言九鼎都这样的，咱说的话有人家非常相信，最起码是80%的人，咱去了，咱说的话都很相信。只有一部分人，那我顺其自然吧，应该如此，顺其自然吧。其实，我来跟他说说。
这个明白了没有？就是这有这样的解释，最简单的解释。一上会一捞，就这么东西。对，他说肯定要是八指里的幼虫，那就是跟这一模一样。一模一样。人家八指里的幼虫，秦门的家里的幼虫也是说，秦门的家叫翻银鱼。不是，我说那要是那鱼的这个六年呀，或者软弱，虫也是多。对呀。本身八指幼虫也是多。对。只要是虫都围住，你得看看谁虫谁了，谁虫谁了，虫到哪个柱上了，虫到哪个五行上了，虫到哪个五行代表的是啥？再用那个，你再用这个，咱讲的一张经没有那么多事实。你讲到八字经上，从中印行了，从中财行了，从中地界行了，从中子女行了，都不要说事的。从谁给谁说？从动啊，从到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对你有用有利没有？包括这一张经都是，假如说权跟骨相冲，是骨冲的权呀，是权冲的骨呀？这四柱里头是哪个是对骨有利啊，还是对权有利？对权有利的环境就大了之后就能够位置都做得到，就有群众有拥护他。一瞧骨人恶都在那边的，骨的力量都大，骨的力量就大了，骨的力量一出来就是八战，就是八战的那个意思。我不行了，我在这边我就是大王，我就是老一，不听我的就是弱，两个眼睛，那叫一世其人，一言堂，听明白这道理没有？破，给人想，这个力量大呀，这破的力量大，这不都知道了？这都规矩。好，咱们一点一点的开始讲这个，刚才我给他提示那个谁给谁抽。
老血液，别提我一天我都啥都不会了。隔壁人也别拘着，人家说这是我爸啥的。这个是好心呐，坏心呐？怎么用手指这个？办好不坏，这个中心。啊，这不都知道吗？这个这年了，它的含义是啥意思？这不都挂了，这不都会了？这个是啥经？他的含义是啥？啊，对，有文化。好心呐，坏心呐？这不都记了？记性，这叫文性，这叫他学历。不管你学历高低，叫有文采，说话能够出口成章，语言组织力比较好。就是那小学生写的字也非常漂亮，研究生写的字并不见得都漂亮。听明白了没有？这就是一个文性。文性还代表着才艺，还代表着功名，代表着利禄，代表着政府等等。这把五行都连到里头。文性还代表着调理，它也代表着文官。怎么都会了？就这么简单，都是这个意思，表现不错。换你了。这个行，这个啥行？这个不用你们干，你们干，他印象是对，这不老是天天对着咱家那个。说你，你不要啊。啊，坏心了。他是啥意思？哇，那是。啊？啊？这是啥来？阿婆。我阿婆。这叫大败星，也叫阿婆星。咱那个资料上，我给你写了个大财星啊，这他妈名字没改过来啊。然后记住叫大败星，可不是大财星。我昨天整理资料的时候才看到是个大败星，这写个大财星。这是个破，它的好了含义，啥意思？大方，对，穷大方啊，热情大方啊，没有那么多心眼，直来直去啊，因为他没有那个。徐老师，别看你这才来的，是个雄性，是个雄性。除了雄性之外，它代表了啥性？代表着疾病性，是热嘛？代表着疾病性，代表着钻牛角尖儿，代表着勤劳肯干，代表着苦干，没有那么多智慧，就像算盘珠一样，你不拨我就动，你管我不管我，我就是按照这个套路都在那转。回到边上的时候，就是过去一个叫对牛弹琴，我没有说用对牛弹琴，我说他秀才于建兵，什么秀才于建兵？这个翻译了，那革命，那革命是学的时间呢？田桂星，田桂星一般都出啥？贵人啊，贵人，植物呢？植物是什么品点？聪明伶俐啊，工作单位好，工作职务好，人也长得漂亮，又多才多艺，又是毕竟挂着桃花运。好，前面这一位，你都复习几遍了？啊，代表着潜力，代表着智能，
纯正本呗。啊，这书印是一个文物型，有可以观外，有可以观内。啊，张公子紧急当班干部，包括他都可以，我跟他说的，当今社会都可以合作理想创办实体，成就功名，这就行。来的最晚的一位，这个是啥？啊，那个是蒲。他的含义是啥？他的含义就是互相管人，还管饭。家把人都不都是这个，都是这个，他的意，但事情都不差的。心里明白就行。啊，不。啊，对了，不高档的一种啊。啊啊。都一般。主办。啊。对对对对，都是。高高在上。啊，对对对，都是。就这个意思。啊，对对对。不错，表现不错。李师傅。学艺术，学手艺人儿，这也艺术界嘞，这学艺嘞，啊，经常也好，专业性很强，啊，多才多艺，这也有激情嘛，对，啊，看这个，手这个三两，中后。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含义就是稳当，稳当啊！你把它很慈善、很慢、弄得很稳当、很沉稳啊！干啥事就规规矩矩、不慌不忙，啊，就这个意思。好，这都你看看，这都记忆好了的。还差一个，这我听我讲过这个没有？但是呢，有时候呢，往往有一种情况，叫聪明反被聪明误，小算盘打来分析，结果会出现自欺欺人啊。还有一种呢是笑里藏刀的，咱河南话叫搂着缺的一种，叫啊，但是它并不是太笑话。咱看王姐留一个，留一个。看王姐是对这个是情有独钟，因为啥？他对这个伊拉牛逼干那个专业，对，都打了最后一个球了。这是一个雄心啊，性格脾气，性格比较刚强，就这一句话。我最要的人。这个是半高墙，半高墙就他这个，还有一个他这个他的工作原是在中间发。对了，我压的都是一句话，他并不见得是雄心啊，他的最大的激情就是武将。武将也是武将，还在继续讨论。表现的不错啊，为咱们。鼓个掌啊！最喜欢喊你们啊，这种表现都不错。天魁星，咱不说天魁星了，子午是相冲的，子午相冲，谁把谁按正五行啊，按力量相当了，没有加任何力量的。谁把谁冲着了？把火给冲灭了。
这都叫木匠，就是水上火摆，是这道理吧？如果要是论那一张金，贵跟富相冲了。两个吉星相冲，代表着工作环境变动，这是说好的一方面。工作环境变动，正常的。但是工作环境变动又有分好几种，有的是自作形式的，有的是生在福中，他不知福，他胡作非为。国家开始审查，还有夫没有了，还有这个夫妻没有了，就没有这个夫妻了。说起来说的，这叫被迫调动，这也叫有灾。这就叫做工作中有小人，工作中有小人，内部领导班子不和，也可以说内部领导班子调动。这是不是领导班子呀？没有交通，领导班子换了没有？领导班子换了，这个叫做这两个通称什么星？刚才讲的是将星，是能量正能量星。在家庭当中，人际交往中，它又是啥星呢？对了，桃花星。薛老师说对了，桃花星逢冲。年轻人没有结婚呢，叫冲动婚姻宫，可以结婚，可以结婚。冲有时候为冲煞、冲破，代表着感情波折、困惑，容易闹别扭、分手。这个时候看谁的力量大小。如果是成年人。感情波折是难免的，甚至就有分居啊、回娘家呀、闹离婚的可能性。这都得向他分析全面。那年柱什么情况？来月柱什么情况？来日柱什么情况？来时柱什么情况？怎么都知道了？就这一下。气息量血源好了，年柱有时候还柱啥呀？还柱头啊，说身体的情况下，水本来该来底下来，太阳该来上面来，这属于一种逆流。所以说呢，叫气血不调也好，血脉不通也好，什么咱们说的大疙瘩高气也好，等等，不都这个意思？叫气血不通啊。看看谁的力量大，到底是看谁是谁泌尿系统、生殖系统，还是血液循环系统，还是木心脏、心脑血管有问题，这不都好办了？因为他在眼珠上呢，眼珠柱头，还代表着家人。说的好听点，咱在外边的，咱回家看看自己的家人，看看自己的爸爸妈妈，回家转去，特别正常吗？父母来到咱身边不也很正常？搬迁、搬家、买房、集资都很正常，这就是自物相通的所有的一种含义。冲动子女宫是子女宫的事，冲动夫妻宫刚才我讲过了，夫妻宫的事。冲动月柱，月柱是门户，门户主变动，门户一开，是是非非的要过来。刚才我讲了，内部领导班子变动啊，小人啊，口舌是非啊，这一组是比较麻烦一点的。
我原来给他讲过两个，快的一方面是往死往哪走的，好的一方面是往哪走的。天恶行，先说工作事业，恶是把它低估了呀，天恶行，毕竟是低估的。这是个啥星啊？乙马星，是不是东边星啊？低估了，是不是要变动往上走啊？反正我已经到低谷了，我再坏也都是过劲了，我大不了我过一两天我啥都没有呗。但是我一边弄可不一样，那叫穷则思变啊，穷则思迁，这都要有往好的方面发展。有朋友贵人同事战友等等相助，要有变动之象，往好处走了。咱原来不还讲过你说灵官呀、帝王啊、官带呀等等嘛？咱先不说那个啥，咱先说，这是个四木库，四木库又代表着家，又代表着所在的工作环境。叶叔说，咱们说的工作环境、生活条件都说了。好像还有一件事，恶行。在车病的情况下，恶是不是有病，病入膏肓，或者是这恶性碰见异性，可记住，一般情况下就是转院，转院换医生，调理调整治疗方案，调整治疗方案，换名医，换不好了嘞，治不好了该咋回事了？嘿，是不是是不是都进去了？红光医院收入大吗？我要当工程了。说了变不好了，就人都走了，那就是死了。这就是吧，啊，这是不好的工作，这就是什么从坏处变好，不是有好转。他们要一得疾病，说了啥疾病啊？土所代表的疾病，脾胃肌腹肌瘤，肌瘤小。针呐、啊，小豆啊，小蝌蚪呀，啊，等等。如果水大的情况下，我不老给他讲是容易是啥病啊？水土共融的情况下，膀胱、尿毒症、糖尿病、腹中、腹上的疾病。他这半只就有这俩，现在这半只就这俩，除了这的是你，就代表着环境坐持不稳，乱动，又是自己管不住自己。啊，看看是年主跟月主有这个情况呢，加月主是外来的，月主是外来的，迁移过来的。日主时数代表了子女必定远走他乡。就是上学不可以在新乡市上，你的年龄也不小了。我说年轻人不什么意思啊？我说就说你要死住，就是年轻人，要年轻人才好办嘞，日住时住，找了对象就是咱俩的人，你都不晓得日住时住了。就他的学习，你给我说说，不上不下都不稳定。你别看他时住了，日住了，我都没有看他的日元是谁，因为这两个是相冲的，叫根基不稳。土时代，土别扭。就是差了嘛，落到的地方了。啊，落到的，就跟咱们一样，都是落到的地方。
下来以后，小孩还容易有流产。刚说了几，从那就有天小孩的东西啊，有的是一不注意流产了，有的是啥的，有的是摔伤了，摔伤了碰着了胳膊腿了都很正常，他毕竟是个恶性。在什么时候摔着了，都在路上玩耍的情况下，不经意的情况下摔着了。就他的这个石柱跟支柱有这两柱，身上就有疤了，就摔伤过或者有这疤，你不说的有没有？你有摔伤吗？是长那个疤，有疤没有吧？啊，有，只要有疤都行了，我都不管他那多了，不管他看法，要长那也好，要开刀要手术也好，还是弄啥也好，必有皮肤损伤之象，就是这样。你看，婚姻也讲了，子女也讲了，财运，刚才不是要有好转，但是能赚个大钱吗？那这肯定是不行，只是说有好转。婚姻也讲了，疾病也讲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脾气就是，咱们河南话叫固执任性，变，中原老师也叫老实变。好，这一组就不一样了。全跟骨相同。我一上课都讲到这一个了，全跟骨相同。这个整了半天呢，代表着工作环境、生活环境变动。工作环境、生活环境均变动。工作环境、生活环境均变动，内部领导班子也容易调整。要动就是大动，一般就是大动。换部门、换科室、换系统，出市、出省、出国都很正常，因为那叫马行之动。马行之动，你看，观众都想了，反正这一类的，只要是在年柱跟月柱上的，都记住。不管是四柱也好，咱一大年也好，这不代表那个祖上的那个父母嘛？一般都住外边过来的。现在大部分咱那个钱都断的都没有意义了，那过去都是旧的都断的，或者断兄妹，他们的兄妹之间又造谣了，又不成了。他这一辈都是扯谁这一辈，也容易有兄弟造谣了或者不成的啊，或者是有个病啊，或者是有个灾不健全，身体不健全的也对。有时候也住现在媳妇比较远，也住上学有时候比较远，因为月柱代表着梦。这个讲到工作环境、生活环境变动了，现在是叫做了犬，叫做虎，从神，它两个相冲，是不是叫从月旺啊？从旺里头来，肝脏受伤了。你看咱现在是讲一脏经了，没有讲它的循环啊。从大头说这些特别就是说。咱这里都不讲循环，但是来说呢，这是叫做犬从骨，跟骨从犬两个原因。先说骨没有动，
天行来找他了。这是一个绝望，这是一个放底，他来从他了，他是不是从不动他呀？从不动他了，给他钱吧，他这边不愿意，都给他钱，他这边不愿意，人家这边不愿意，所以他俩搁那一从呢，这个叫啥？什么叫抬水？这叫啥呀？自找苦吃。抬水也要是自找苦吃了，打不过人家了，那么那么急了还怎么弄那个事儿？所以来说呢，有的叫改革，我话说叫改革，叫改革内部调整实力，改革内部调整实力。他说：“你这当权，就跟咱那啥呀，九千岁，为啥呀？魏忠贤，九千岁他不压着人，在明朝没有人弄过的。你看，活到他军将能活动活不动啊？九千岁呀，比八王爷还厉害的。除了内部都跟王安石变法，有了包括咱的那个清朝的变法。”无需变化，不对国家是有没变成功的，就是咱这些新的力量抵不过他们的团队大，他们的这个老，他们的顽固不化，这叫做变革实力。遇到这种情况下呢，国父老跟他说：“投资需谨慎，该投10万投5万，该投5万投25000，或者最高投3万，不解决问题了。”所以说呢，你去跟他说他呢，他能给咱一半的都给咱一半，能帮咱都帮咱，你别指望他能帮上。咱虽然人家做出这个指导呀，别指望人家能帮上你。还有一句话呢，你掂着理人家收不收回来两个呢？一句话解决问题了。什么掂着理人家收不收回来两个？就是这个。翻过来呢就不一样了，就是强压式的，就是强占掠夺，这个用坦克这个是不是用的对不对？就是逼着你交钱，他进来都叫霸王，就是要夺权的。这个联动跟他这个联动就不一样，他去了就是要当王爷的，就是实在你看我去了就是我就是说了算。但是呢这会形成两种势力的斗争，两种势力的斗争，容易拉帮结派，这个都不用拉帮结派，这都是讲很正，就这多啥也没有，中就这种不中就不中，这儿呢里头藏东西太多，都是蚂蚁。这个车病症、测疾病、突发性的、意外的、猛烈的、不好治的、不好治的，久病再一逢冲，麻烦了，花了钱不少，找了名医也可以，结果也没有。就过来开始走了，这就是车祸呀、意外之间呀等等。测婚姻也容易分家分居闹别扭，最后上孤家寡人，跟找一帮一样，不管是大爷好娘家人也好，这一家人也好，劝也劝了，打也打了，骂也骂了，结果呢，还是一般。测血液倒是不错的，住远州他乡，远州他乡，
出国呀，不就代表着学习成绩不错，但是有了你们学习不好的概念，一般的话这都是学业比较好，没有这样的排场。休息两分钟啊。万万有一种叫意想不到的变动，特别是那一次我的手也跟师批了我的家门，说你今天还要动动啊，他说可能不可能啊，结果呢叫意想不动意想不到的变动，果真批了，职务上了，一下进入国家领导班子，可不是国家领导班子，这一个他那个单位里头的怎么怎么成员领导班子了，就不是科长的级别了，科长不算领导班子了，那就是这是叫替了。好，下面这个讲班子该讲这个了，拓根优，一个东方，一个西方，这个呢，一个北方。一个南方，就是南北东西，一个东方跟西方相同，谁打过谁的这个一目了然的，一刀过一刀一刀下去都破了，这么一刀下去都破了，再讲不说一刀下去都破了，这个破型要是真跟印型这个人情住到一起，这个伤宅比较意外，一般都主叫他做手术开刀，破坏性的打击，破坏性的打击，包括什么咱们身体，包括呀探险呐，包括咱们那个。那都叫探险，探险过了还有啥叫啥呀，冒险的刺激性的特种行业的，这叫特种行业，就是破啥命不要命的人出这么一种特殊的行业，干死你啊，特种行业要干死你，因为他们就是玩命啥都不要，力量是最强大的，啥力量的破坏性的力量是最强大的，在咱古老的老祖宗是不是杠起杠起杠起一敲啪一遍石头也开了，三样子都叫破，一遇到这一种的六年大运，遇到这一刻的主客，包括十度流这一定的主客，命里注定的一般情况下都改变不了了啊，如果要是咱有幸给咱有缘了，叫做小孩们，咱给咱有缘了，咱可以帮助他们。到咱们年龄了，前半程不管他了，后半程这个想法化解一下现在。喂，刘老师，啊，你到哪儿了？所以说呢，他这个。破坏性能量非常强，像这一种主客基本上就要他的还不说那句话，按部就班，这个千万个按部就班，不准投资，实在是要我今年非投资不行，非投资不行，你得跟他说清，查好合作人的生辰八字的气场，指定在特定的月份投资，在特定的月份开始投资。我特别啥特定月份，我给他写那四个字，知道吧？啊，
在那四个字的特定的月份里头投资，完结了，完结了这个，结束了。那是个什么意思？贺能接虫。那四个字，贺能接虫。他今天重了，找一个贺的月份。贺的月份。最好叫他在下半年投资，最好在下半年投资，实在等不上了，那叫他三月份投资了。四月份千万不能等，四月份可记住，四月份要投有多少赔多少。或者是用一张名插到那个四那个月是坚决不能动，那名插到那个，所以说呢，这就是这是投资是最不利于投资的一个组合，最不利于投资的，这叫什么呀？血本啊，对，这里头这叫血本无归。这是干啥的？适合于去学医的，虽然他没有占异性，去学习发现就发，反正都弱势的，学学都啊，就这意思。你说的投资是毛病投资是不能投资的，还是都不能在？毛有月，夹杂合理的月份不能投，石油从毛不能投，亥毛倒可以投了。亥毛倒可以投了，因为亥毛金生水吧。水又干啥了？又生土了。如果说俺今年要结婚了，除非怀孕了，不结婚没办法了。除非怀孕了，不结婚没有办法了。听明白了没有这道理？你什么都可以不管用事，那当然。不多喝饮水，加啤酒啊！反正都是喝饮，不是？那有的喝加啤酒的次数可不是一次呀，就是同学们、朋友们一聚会，压根是对象，加啤酒，加啤酒不都开始了？不知道喝多少杯加啤酒了，那都无形中都破了。明白了吧？今年结婚的人是吧？那今年结婚的人呀，只能说遇到这一类主客的人，包邮主客的人。咱论怎么说这了？论口舌是非，咱们说是论工作、论投资、论婚姻，我靠，你把都容易是错的。咱们说到论口舌是非了，口舌是非容易乱呀，打打出手，当兵下面也都是动武了、动粗了、动器械了。伤啊比较惨重啊，要受到很严厉的制裁的，很严厉的制裁的，这就是这个道理。国家要治他也是往里头治的，直接没收财产，开除公职。这是测那个官非口舌，如果测疾病，测疾病一般都是手术，一般都是手术，截肢也好，一般都是手术，明白吗？是吧？下爪一烂都过了，这个都是手术，真想想，一般都是手术。但是呢，往往都是花了钱了，也不一定达到他的目的。像这两种疾病，
这两种疾病一般都是筋伤的跟骨伤的病。筋伤的病是啥病？筋骨性所代表的病。直接用牙、眼、鼻、口、肺、大肠、筋骨，全牙、眼、鼻、口、肺、筋骨，肢体、四肢。木头代表着肝胆神经，毛发、指甲也代表筋骨、四肢。就这个。人家讲话，也不那天到没做手术，去到红军那抽个牙神经，是不是想摘呀？抽个牙神经，牙神经抽掉了，有意思没有？你跟人家说说，你出现有单话。我可跟你讲过啊，有个人说了，有血光，说那个老师段子，有血光之灾，人家说俺没有血光之灾。他说这一年出院了没有？没有。他说我都是每年有个地方那个医疗心脏血管那个输那个丹参液。他说你输液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扎一针呢？是呀，扎一针他说有啥回流呀？他说有血液回流。我说那叫血管之灾，我天天都维护。咱可不能学那一号的老师啊。说那个意思啊，血管之灾。血管之灾啥叫血管之灾呢？就是小孩们发发胆来，把头磕个流血了，碰个包，自己血了。再你说个有个血光之灾吧，还有点麻麻啊，这什么叫奶奶的灾？可不是真的吗？就是真的。我听了我都往下笑，我也不可能，我是说的对。就是把牙给你说啊，就说那个意思。你们这给你们磕着了，买点胳膊了，小孩们发发胆，很正常。那就是屁股大一点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所以这意思啊，关于疾病都说过了啊，刚才都说过了。刮屁儿。上学，像这一类的，我都叫他们去干啥呀？学艺术，学舞蹈，学形体，学武术。那毕竟是武将，学武术。学体育竞技，都上学。见过咱的英雄球星，是不是经常？经常赛场球场，包括拍电影，是吧？有意思没有？你们这老祖宗这么硬说了，都有老祖宗。所以咱们已经接触咱的现实，他都包容宇宙了，咱的现实对他来说不是小问题，这是有严重不严重而已。这是说咱们骨头骨头。好，疾病上学都说完了，婚姻也说过了，这都基本上都没有啥了吧？开始讲这一个。简跟易程序相同。简老师，我没简了一下，你看这个。简型碰见易型，先说小孩们的学业，也都快高考了啊，六月。六号到八号吧，我也记不清了。八号到八号啊，错了。那不都是你们六号到八号吧？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六号就该去弄了。你不六号就该去五六号，不开始去看考场了，都该。六号。说了艰辛，代表着思维，代表着考试；易行，代表着新的学校、新的技术、新的课题。这是学业。上班了，新的基础、新的工种、新的单位、新的文化知识，用啥想呢？用大脑去想呢。所以呢，有辰跟戌见到一块来一个重要的人，别看相冲，他的大脑思维都特别活跃，也可以叫天马行空似的，相当活跃。
大家也都知道，蚕蛆在我们四周里的组合可多都是溃疡性，都是溃疡性，有的还都是化盖性，还都是化盖性，多才多艺。蚕本身好数，蛆本身好斗，这一类的我有时候还给他们，就是在挂着溃疡性的人，你猜我会叫他们去干啥？去当律师。说跟道是不是都是律师啊？这一类的人都很正义感都很强，嫉恶如仇，你叫谁叫谁穷了，啪一拍桌来吧，我先不跟你要官司费了，打又再说。追账，假如追个几十万过来了，都过来给他3万块钱，可高兴吧？他们也要不像那个不好的人，现在也掏1万。就是说穷人咋弄的？所以说，溃疡性多的人一般都会讲义气。他明知道他们的那个指头相当厉害，而且胆量你看都是足。所以说他们做艺术、做外交。外交你看本身这思维一有代表着花样，什么花样？多思维多渠道的去变通这些事，花样就是多变通，我这个路走不通，走那一条路，这个叫做思维敏捷，我话就说屡试走向，胆大而清晰。这一行的人，明知山有虎，你们这是六冲嘛，他们都是敌对的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，冲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来说，这就在工作当中适合于攻坚伐守，就说啊，外交公关，艺术，婚姻。不是守株无情，也叫守株无靠，也叫六亲无靠，守株闹，非常准确。但是总有意义可行走天下，意义走天下。测婚姻就不用测。来了这白回也不是，这就相同，看这叫词语有误，词语有误，说啥子呢？啊，词语有误，不会变通，不会变通，这个叫词语相同，啊，词语好，说到婚姻了，婚姻不是，刚才那句话有误啥意思？说嘛。这个代表了思维，这个代表了大事相冲或者盲中出错。嗯，容易出错啊，盲中出错，往往容易不细心。我好说，持恒力、意志力欠佳。他要是认为一件事，这不大家都知道，要钻研钻研的。秃鹫主实在固执，但是有时候很扎实。天马行空归天马行空，但是你大脑思维相当活跃，能够举一反三。论婚姻，结束婚姻不是？论疾病，跟刚才这个一样，容易转院。找名医专院办新的治疗方案，办新的治疗方案，转不好院了，治不好了，也是要走人的。他要一得病，很明显的啥病，哪一方面得病？
体委。不一定是体委了。这就是拉水那个水，看完了，看完了，我们水过对了，所以说把水直接给干趴这儿了。水，肾，对了，肾脏、泌尿系统、妇科、小肿瘤啊、男科，就这个意思。要啥子嘛？虚是。你关键是这里头辰虚相通，直接把水给干趴这儿了。现在是辰虚啊。谁冲谁都是这个道理。这是热土，尘土里的一点水，你加上日土里头，加上湿土里头，咱敢有个数？你看，就有这两个在内，这个受伤。如果有这一个跟这一个在内，土受伤，这里头谁受伤？这里都是火受伤，这受的最严重。咱这里头考虑它的肠肝，咱学医当经的不考虑肠肝，只考虑它肠的五行。五行，它五行所带来的疾病都要有病，这可是100%的证据。这就是前天我跟那个大师在一块说话，说马老师，我这都没有看出来，他得那个尿毒症了。你咋直接都断他没有自己得到尿毒症？明显了，很明显，一片燥土冲他，两虚冲一片，他会有自己的明显一个道理，妇科严重有病，尿毒症，肾脏虚的都看不到你啊。还有一个呢，是肾之臣的一个名句。肾之臣的一个名句，那个是真正的尿毒症。我说不光是尿毒症，我说腿还淤的，还容易往外渗水的，有时候。啊，肾炎，肾炎啊，就这么简单。我说胃还不好，还吃不进米饭，现在还来协和医院。这就是我们的五行。关键是他天干没有透壬癸水，要是透壬癸水了，我都不会断他泌尿系统有病了。因为啥呢？一天干一透水，那是办事啊。肾之臣或者是啥水局成功，这个臣就是水，就不要把它当成土了。听明白了没有？所以来说呢，他不成功的时候就是个麻烦病。好，下面讲到婚姻了，疾病也讲完了，咱该不是什么都是几回事，搬家、工作环境变动、婚姻、身体健康。下面讲乐跟害，白宝大楼的表演跟相声，咱们有大空间。55，你不看俺哥看的，我都觉得不行，他们表演相声的能加个，不相声不能加个。他俩相同，你看这两个相同，刚才咱讲了，这里头的水手啊，再过10分钟都下课了，谢老钟，我还有10分钟，你看谁又入了？火受伤了，我原来跟你讲过，这个火，除非见他的时候受伤，因为这个死火一般情况下，它能够有一种地下在水里头能生存的一种，因为啥？它食神喝的是水，食油喝的是金，就见他，知道吗？因为那字跟他没有半毛钱关系，字虽跟他没有半毛钱。他俩一相，他俩你看见了没有？咱过去有一个成语叫
慢跳死铃儿，问那个家长，问问咋闻闻二丫吧啊。香虫是个租客，慢，性子慢呢，闷人，思维很好的闷人，脑袋瓜很管用的闷人，很善良的闷人。大家一下，闷的，闷的，闷闷当当的。咱过去老教授，我都是说，啊，他们相同也叫马相同，也叫马性相同。业主工作环境、生活环境变动，就自无忘忧，就单一的一个东就主工作了。因身自害，工作。生活环境均变动，均变动。问从受，问从受，受都代表着老寿险，要退休退而险。也可以叫返聘，有时候，有时候叫返聘，因为他本身寿没有动，年龄到了一定的程度了，才成为寿的。这个时候问心来了，返聘呢，再重新干点啥呀？问不是除了问人之外，还代表着工作，代表着职能，代表着权利。所以说，你可以有再次创业一种。要是寿。重问，年龄到了，退而险嘛，不是这意思。或者你动动地方，这个叫变动。就工作环境、生活环境变动，这两个联系。测婚姻呢？业主感情或者生活，但是他的吵架不是太厉害，他跟他两个比，是不是从一张经的理论上，是不是都轻了？怎么看到两个说，他两个要测婚姻的冲，跟他两个测婚姻的冲，这个小两口吵架。他一样不一样了，这次我没想，这个呢就是你大吵大闹，大那个大叫，这个呢就是文质彬彬的像老两口的吵架，是不是？啊，很斯文，骂人不带脏字的，讲理的吵架，这个还讲不到理，啊，你都啥？所以就是容易和平解决和平的分手，就是分手叫和平的分手。还记住啊，这个不一样，叫和平的分手。测子女业主外地求学，远走他乡创业。测疾病，测疾病。水跟火代表了无形的疾病，容易出现，但是来说呢，不是太严重，啊，它能够治愈，转个院了，找个名大夫了，就是意思。但是它好的也非常慢，受就是慢。慢性都是慢，那么这个翻过来了，这个都是一样的。刚才我在讲这个时候，我给他翻过来调过来，都讲过了。这就是我们讲过的冲啥啊？慢，就是都是好也好了慢，
好也好了满，啊，有病了也是好了满，他不至于，光说浙江主不至于有太大的恶化，不叫这个早亡死亡，除非把这个主客实在是对这个手有影响了，那才有离世辞世的可能。所以来说呢，这就是我们的六祖相同。我知道。讲到过来也是六祖相同，这样说我也是相同。首先要认清，谁的力量大，谁的力量小，是反冲还是正冲？是反冲还是正冲？看看太岁大运冲到哪一柱上了。哪一柱所代表的五行人是五，大家有问题？我就现在心不平。因为一张经比较简单，它没有天干的一种运算，所以来说我们只提取里头的五行信息，让它们产生生、克、性、害，就足以可以断命了。然后再结合着肾、杀，咱要下一节课都要讲肾、杀了，就是将星啊、马星啊，我跟你这都提过嘛，桃花星啊等等。咱一张经是十二个山星，说个迷信的说法，过去都叫蚕北斗、蚕斗、败斗，咱也都是学这玩的，只是个爱好者，都是让知道知道都行的，这个意思。好，准备下课了。